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新的产品，它是让刹车灯可以跟你的那个第三刹车灯同步化，它只要接三组接头就好，就是一组刹车灯，然后两个尾灯。好，那我现在要用 CRV5 来做取样，那我们先做拆解 CRV5， 所以它就是把板子拆下来。以后我们因为这边还有两个灯嘛，所以我们就要拆这个灯。OK， 那这样子我们第一个先找到这边有一个第三刹车灯的接头，再把它打开以后，然后找到我们这三组线里面有一组是第三刹车灯的接头，只要把它接上去。好，然后放回去。OK， 好，那在这两组接头，就是因为我会从这边绕过来，所以这边我们会找到这边会有一个接头在这里面，看得到吗？哪个？对，那我们把它拉下一下，绕过去。接上去，然后把这里。然后最后这组线，再绕过来这边一样的位置。一样位置，这边有一个接头，拆下来，接上去。OK， 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来藏线，把线都藏好，然后把它装回去，这个线把它装回去，这样就可以盖盖子。盖回去。那因为这边线比较多，然后可以大概离线一下。哦，那最好是有束带，然后把它捆住，然后放进去。OK， 那这样先组好以后，就可以来盖这个盖子了。那个有点长。OK， 这边也是一样，相对的位置。OK， 好，完成。